以为要带物料过来给你拍视频呢。上次我拍了一件视频。这是过去的厂子改的吧？啊？厂子改的吗？这以前是做那个老粮食机械的，做那个面粉机子，做那个面粉机子的。厂子现在你们承包了？就是自己。我以前做。跟以前就是做那个面粉机子。跟那个永乐集团是做给他做配套生产那个磨头。